經濟部的投資業話組啦，今日係推介四環醫藥460噶。咁揀選原因就係咧，醫美行業高速發展啦，市場睇好注射類皮膚美容為代表嘅輕醫美項目嘅前景更佳噶。咁咧，醫美行業加強監管趨嚴啦，中期有利咧行業健康發展，睇好具備國家藥監局規定產品嘅四環醫藥。四環醫藥咧個業務咧以肉毒素為起點啦，公司獲得韓國生物製藥公司 Hugo 生產嘅重磅產品 A 型肉毒素，即係洛提寶喺中國嘅獨家代理權，係第四個可以喺中國上市嘅 A 型肉毒素，並且喺今年三月咧已經正式上市噶啦。目前專業銷售網絡啦覆蓋超過200個城市，產品銷售增長咧係趨勢樂觀噶。公司未來會推出玻尿酸、童顏針等嘅醫美產品，形成醫美產品。舉型預料咧會成為業績嘅新增長點。四環近日咧穩守三。